当肖战过生日、哎，生日快乐呀、啊！哎，谢谢、啊。你今天跟肖冠一天生日啊？对呀、啊。哎，你晚上上我那儿去吃去呗，我饭店都订好了。但是那个，你在哪吃啊？嗯，到时候我把位置发给你吧。他们都答应我了，都上我那儿去吃。哎，那肖冠怎么办啊？你没看他在群里发的那个信息吗？啊。都没有人搭理他，没人回他了。我私下里一个一个问的，他们都答应我了，说晚上去给我过生日。哎、啊，你说这叶子还有什么用啊？这不如我快乐呀，人缘好啊。是这样。哎，不是，啊、怎么又说都不去了呢？怎么说的？他们说今天晚上有事儿。去了，对，我也想刚刚说呢，我晚上有点事儿啊，可是都已经答应我了呀，可能大家都是共同有一个共同的事儿吧。小怪，位置发给你了，晚上去啊。啊，我收着了。啊，晚上咱们多少人？所有人都去啊？怎么了？所有人吗？对啊，能坐下，我订的桌挺大的。不是，咱好像有一个去不了吧？嗯，没有人跟我说去不了啊。有一个，咱们有一个同事跟你同一天过生日，他好像去不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嗯，他跟你们说了吗？说了，但是我们肯定是想跟你多学习学习，以你这边为主啊。我们都商量好了，去你那儿给你过生日。不好啊，大家都是同事啊。那他是不是位置已经定好了？他定好了。他定好了的话，那我把我定的位置取消了吧，咱们晚上一起去他那儿，怎么样？你们有意见吗？那肯定没意见，这皆大欢喜，最好了。那行，那他刚才还挺失落呢。然后呢，大家想吃什么就随便点就可以了。哇、哦，这买单这是我们不管了啊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哎、啊，你看，又说都来了。嗯。肖冠晚上都来了。我们俩能好？